过去两年多来的疫情的确让我们对很多旅游的行程都延缓了，但是正是一个最好的 timing， 国内旅游已经兴起，那我们也希望国外的旅游可以尽速的也可以开放。在这个时间点，玉山银行跟易游网我们携手合作，把 FinTech 跟线上旅游做一个完整的结合。那当然，这一张玉山易游卡最主要有三点非常好的功能。第一个，可以直接线上办卡，线上核准，直接就可以绑进易游网的 App， 在所有易游网的消费就可以立刻来进行，所以它是非常的便利。第二个，每一笔的旅程的消费其实都会回馈 eMoney 的点数，最多可以回馈 10%， 也就是这些 eMoney 的点数在易游网上面的使用一点就是1块钱，而且没有任何的上限，没有任何的折扣。第三个，在这一次卡面的设计，除了有星空还有斑斓的七大洲让我们来探索之外，另外有10000张的 LED 的卡面，每一次的刷卡的时候它就会点亮起来，就好像是我们内心对旅游的渴望也被点亮起来。当然这张卡片最主要也是要让所有的顾客有一段愉快的旅程，有一个美丽的人生。其实旅游的需求一直都是非常的多元的，那当然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旅游的行程有一些递延，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国内的旅游在这几个月来其实是不断的越来是越丰富，越来也越兴盛。那当然整个国外的旅游还要看我们整体的防疫政策，我们的推估应该下半年其实国外的旅游也是有可能的。那我想这一张卡片的推出最主要也是要让我们的顾客可以有一段美好的旅程，不管是在国内在国外都能享受一趟美好旅程，丰富人生。如果你对旅游是有兴趣，那这一张卡片一定是你旅游的一个好伙伴，也会是一个最优惠的一张卡片。